有人问到今天的重点哦，平均每个月当 YouTuber 赚多少钱？既然大家这么想知道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放一个近期的一个收益的图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噔，对，这就是我们某一个月比较好的时候，大概是这个价钱。哇，有人问我们这问题，这要公开了吗？有人问我们说，你们在一起几年？这要讲哎，我们在一起几年？那你要公开你的年龄了吗？好了，豁出去了。三、二。没错，我们的专属频道会员开张啦！耶、yeah! ！就是我们有会员专属徽章，这里。接下来呢，还有会员专属的贴图，这边超可爱的，这也是加入才会有。然后就是有炫丽的表情包，不定期在开许愿池。那周边商品的话，也会有会员专属的折扣哦。那我们会不定期有会员专属的贴文，还有一些 NG 画面，以及一些私底下的生活影片哦。社群看不到的，就在会员才会有。对，大家听到是不是很心动呢？赶快按加入吧！加入，加入，加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弟看球的游击台，鸡腿姐姐，是的。好，没错，今天是我们的200,000订阅 Q&A， 耶、yeah! ！这次呢，我们在 YouTube 社群上面收集了大家的 Q&A， 想问我们的问题。我好像没有想过我会有200,000订阅，我以前觉得200,000订阅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没想到我们就来到200,000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迷茫堂大弟的支持，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来开始今天的200,000订阅的 Q&A 吧。这次的问题呢，总共有271则留言。好，那我们就尽量回答。然后如果是重复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择一来回留言这样。那我们开始吧 ，Let's go。Go。第一个，你最爱希尔还是弟弟？夏利。你们生日几月几日？7月4号。你们是什么星座？巨蟹座。我是多才多艺的双子座。拍完都市传说后会做噩梦吗？我好像没有过，你有吗？不会，因为我都马上忘记。各自优点是什么？帅气。美丽。我自己有点想吐哎。我的优点是诚实、很有责任感。你没有。最喜欢什么户外运动项目？打篮球。我的话大概遛狗。可以拍72小时不出门吗？已经好几天了，鸡腿可以好几天不出门。我真的可以一个礼拜不出门。鸡腿和鸡腿姐姐的年龄，今年25岁。那你要公开你的年龄了吗？怎么办？好了，豁出去了。真的讲吗？三、二、一。80岁。看得出来，你真的是80岁。为什么会想当 YouTuber？ 因为我想红。当然是可以赚到钱啊，这是重点。好现实哦。你才现实吧，你想红哎、欸。想红想疯了，这是必须。明年疫情好会办见面会吗？一定会，只要疫情稳定之后，我们就会办见面会哦。大家记得注意我们的社群 ，IG 就动起来。会想和灵异探险的 YouTuber 合作吗？其实我非常的想，我想和王狗合作，希望未来有机会。我的话是不想，因为我会怕，我吃辣。你们最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薯条。我喜欢吃鸡蛋糕，车轮饼我也喜欢。公开鸡腿姐姐的本业，是要公开你的本业了吗？我其实可以直接讲啦，我的本业是一位美女。身高体重通通来，我超矮，我16。我讲吗？不到170，体重70公斤，号称155。体重的话就秘密。体重要公开了吗？不然你给个区间好了。50公斤以下。哦，有人问到了这次的重点哦，为什么现在都是拍都市传说？我们这次也要公开我们的原因了。主要原因就是观看次数、点阅率、views、views。然后还有就是目前还是会有经济压力啊，因为我们毕竟有工作室啊、剪辑师的费用支出，还要买包包啊、买衣服啊、买鞋子啊、对啊、买 T 恤啊，很大的花费啊。当然是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棉花糖杂金需要我们拍这样的主题。那狗狗的主题的话，我们其实还会继续拍，只是说数量就没有像以前那么多。还会拍姐弟二诊吗？未来还是会哦。对，就是可能有好的题材，我们一定会拍。最想 fit 哪位 YouTuber？ 我自己应该最想跟肌肉珊珊。我目前想要合作的 YouTuber 都已经合作过了。你是视网膜吗？对啊，还有一些宠物频道都已经合作过了。请问你们最喜欢吃什么马来西亚的美食？乐沙。乐沙很好吃，还有加野吐司。我们私下都在打打闹闹吗？没错，我们每天都在互骂，每天都在吵架。姐弟日常。300,000还会拍 Q&A 吗？哦，一定会拍。家人一开始反对你们当 YouTuber 吗？好像没有。
因为我还有自己的工作，所以其实不会怎么样。周边商品是否在网络贩售呢？未来一定会上架的哦，我们的那个提袋啊、饮料提袋什么都会上架哦。记者和音乐会这边有后续发展吗？这个就是秘密。大家如果想要收到喜帖的话，可以上到秘密。有人问到今天的重点哦，平均每个月当 YouTuber 赚多少钱？既然大家这么想知道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放一个近期的一个收益的图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噔，对，这就是我们某一个月比较好的时候，大概是这个价钱。有时候收入很多，有时候收入很少。有没有想要开自己的副频道或生活频道？未来有可能会想开一个希尔弟的频道，他们的生活日常或去哪里玩这样子。记者喜欢怎样的女生？可爱的女生，长得比较像这样就好。这么甜蜜哦。可以再拍宠物沟通吗？其实我们很想拍，但是宠物沟通的那个宠物沟通师都很难约，他们都是排超满的，他们那个预约。不然就是有没有观众是宠物沟通师，也可以联络我们，帮希尔找老婆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要帮希尔弟找老婆吗？找女友，找另外一半。对，未来有可能会拍哦。季姐姐喜欢什么化妆品？口红的话就 MAC 的吧。其实我比较多是用开价品牌，我是比较节省的阿姨啦，偶尔才会买贵一点啊。平常的话我就用平价的彩妆品。你们还会拍宠物民宿或狗聚会吗？未来应该都还是会哦，只要有我们找到的话就会拍。或是你们有知道什么狗聚会的资讯都可以告诉我们。能不能放都市传说那些打马赛克的影片呢？哦，对，其实我们很多影片都有打马赛克，因为可能太恶心，有可能会被黄标。那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会发会员给大家看好了，要不要？可以啊。你们去过什么国家？我只去过日本、香港、韩国。我去过蛮多哎，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加拿大、澳洲，反正就是有去过很多国家啦。好，会想养其他宠物吗？例如猫，有缘的话就会养哦。那我是想要养小白鲸，很大的那个小白鲸。YouTube 会工作到什么时候？拍到 YouTube 的岛。只要你们愿意看我们，我们就会一直拍影片。之后会去废墟探险吗？我还蛮想的，但是我也不太想，所以呢，我等那个厉害的人带我去，我就去探险这样。今年的愿望是什么？疫情不要再这么严重了，然后希望今年可以300,000订阅。我希望就是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全台湾的人都平安健康。你们可以更新狗狗巨大化的游乐设备了吗？哦，我们好久没拍狗狗巨大化了。我是老观众，因为我们拍到不知道拍什么了，而且我们的手作能力真的太差了。对，那个真的很需要有题材啊。确定养了几年？大概8年9年左右。喜欢吃八方云集还是四海游龙？锅贴叫八方云集，四海游龙就水饺。我们都可以。我们拍影片拍多久了？大概4年左右。为什么最近一直直播？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刚好都在工作室，就跟大家多聊天。大家可以来追我们。哇、哦，有人问我们这问题，真的要公开了吗？有人问我们说，你们在一起几年？真的要讲哎，我们在一起几年？25年。我们一出生呢，就看到了。告诉你，小时候是我帮你换尿布的，我还要帮他喂过奶哦。我要吐了。希尔弟有试过攻击你们吗？弟弟没有，希尔有。我被他攻击得很惨，他说刚来我们家的时候，我的嘴巴被他咬破，流血，然后脸有被他刮伤，手也被他咬。对，他现在很善良 ，OK 的。可以拍裂嘴女吗？会哦，这时候可能已经上片了啦，裂嘴女。最喜欢哪一个鬼灭角色？我自己最喜欢水柱富冈义勇。抱歉，我没有在看鬼灭 ，Sorry。哦，对，因为那个年纪有点差。最喜欢的实况组是谁？我最近很喜欢贝利梅，贝利梅的粉丝。我没有在看实况组，不好意思。鸡腿几公分？我看一下。我大概 不到170。你们会想和哪个马来西亚 YouTuber 合作？我自己马来西亚很喜欢的应该就是达林，达林，我蛮喜欢达林的。我觉得有机会合作的话都很棒哦。好官腔，赞。对 SCP 的了解，拍过了我们就知道 SCP 的世界真的太大了，我们会慢慢的做每一集的功课，然后给大家看这样。还有太多怪物可以拍了，真的我有吓到，我竟然有这么多。最喜欢的卡通人物是谁？海贼王的罗。如果是卡通的话，我可能比较喜欢史努比吧。拍的最好的都市传说是什么？应该就是那个狗狗滤镜实测吧，因为那真的是当下真的发生的，我自己都觉得那些蛮特别的。我应该是那个吧，骷髅那一集，故事狗狗真的换回来吗？有吓到我们。为什么弟弟喜欢抓沙发？你为什么喜欢抓沙发？因为我爱抓沙发啊。为什么你们想搬工作室？你刚可以再拍一部片，耶！季姐姐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？我喜欢有才华的男生。想看季姐姐跟台湾妞合作？赞啦！你们喜欢什么类型的狗狗？比熊贵宾。我只要是狗狗都喜欢。什么时候会想生小孩？遇到对的人就会生小孩。我
遇到对的人，我就生小孩。谁啊？巧克力味的大便和大便味的巧克力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大便味的巧克力啊，因为它是巧克力。对，至少它还是食物。你们的真实名字是什么？几次直播和影片都有出现过，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，就去查吧。记得姐有男朋友吗？没有，但是如果你想要应征的话，可以寄到以下的信箱哦，我的助理会跟你联络。记得好帅，谢谢。没有。记得有女友吗？单身。耶、yeah。单身狗。拍都市传说这个类型的影片，一开始都不会害怕吗？我是不会怕，啊，这我也会怕。对，因为我很怕看那些鬼故事或是一些灵异的东西，所以很害怕。所以他的反应是最 real 的。希尔和弟弟谁的脾气比较坏？就希尔吧。希尔就是比较有个性的。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我们要讲吗？什么时候认识的？25年前在医院认识的。你们是情侣吗？我们已经公开过，真的想知道的话，去看10万订阅 Q&A。你们为什么要养狗？我们就是缘分来了就接受了。你最讨厌吃什么蔬菜？最讨厌芹菜了。最讨厌就是芋头。芋头牛奶。面对酸民会怎么样的回应？没感觉。嗯，我也是。好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至少回答30-40个问题以上了吧？我们当然还是要保留一些秘密什么的。30万订阅再跟大家公开好不好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公开很多东西了。我们今天公开了收入、转型的原因，还有我们在一起几年，还有我几公分，哇，这个都是我们的重大秘密。没错。对，有看影片的真的是幸运。好啦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20万订阅的 Q&A 啦。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到20万订阅，耶、yeah。好啦，那我们就30万订阅 Q&A 见啦。大家加油，要帮我把影片分享出去。希望2021年底前可以30万订阅，订起来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20万订阅的 Q&A 啦。好，如果喜欢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就开小铃铛。铃。然后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而且加入我们频道会员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，然后我们 D卡现在也有个人账号，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影片见啦，拜拜。